也就是力量。顶着寒风细雨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难得开金嗓，高唱团结就是力量，卖力替党籍立委候选人丁守中辅选，呼吁支持者团结，一定要让最好的立法委员顺利连任。丁守中七届的立法院可以说是立法院的模范生，他不但认真努力，而且对每一个政策每一个法案他都非常深入了解。要把丁守中留在立法院，把另外一位候选人留在市议会，才是最合理最佳的安排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多位北投区里长、地方士绅也一一上台助讲，称赞丁守中是七届资深立委，对于法案推动、地方服务都相当认真，是位坚持信念的好立委。而丁守中也细数自己的政绩，再次向大家恳托：丁守中阿伯，大家落魁哦，每一年小团媒体评选都是第一名的，今年加奖我们做代志。我们现在的低地板公车，就是丁守中啊，在立法院推动他减免货物税，而且中央政府啊，买一部低地板公车补助200多万哦，而且不止低地板公车哦，还有富康巴士。我们现在看到到处设监视器哦，那这个也是啊，我在立法院推动社区医化联防系统。选战最后关头，北市立委第一选区战况焦灼，丁守中主打政绩牌和告急牌，呼吁乡亲坚定支持，共同守护立院模范生的金字招牌。台播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庭采访报道。